峰哥，明天你就回省城了，你这一走不会把我忘了吧？怎么会呀、啊、小峰不是那样人，想要把你忘掉，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，才能与方绝。如有半句谎言，天打五雷轰。这是个巧合啊，天好像是要下雨了。芳儿，咱们俩的感情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，如有半句谎言，天打五雷轰。又是个巧合。峰哥，我相信你，这是个意外啊。是芳儿，咱俩的事儿你们家没有意见吧？我们家除了我爹都同意。你爹？嗯。我最烦他，我要不是看在你面上，我早削他了。我，你别这么说，他毕竟是我爹。芳儿，哥明天就回省城了，今天是最后一次见面，哥求你个事儿。你说，能不能让哥喘一口？喘一口？就亲一口。干嘛呢？看热闹的别说话啊！看热闹小点声。别起哄啊！干什么？爹，你搁草垛子里干啥呢？我说我在这里吃草呢，你信吗？我搁这干啥？我不在这是出大事了。怎么呢？苏小峰，你还要削我？来，你动我试试。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来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早就猜到你在这儿，我逗你玩呢。你不要整些那没有用。哎，爹，你干啥呀？别说话，听大姑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害臊啊？回家去。我不回。哎，不听话是吧？我棒着呢，来，站着，你回去吧。你等我回，我收拾你。小峰。别忘了我们的誓言，三年以后我过来娶你。啥？小芳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说我家小芳像不像天鹅？就是天鹅。你说你这挺大个肚子啊，挺大个腮帮子，你挺大个嘴，你说你像啥？老板。不是，你是癞蛤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你这个癞蛤蟆就别想吃我家那个天鹅肉，听着没？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你出生在城里，你明天就要回城了。回城以后呢，就有很多漂亮的小姑娘能跟你在一起。当时啊，你就会把我家小芳给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小峰，你跟我家小芳必须断绝关系，听着没？你就死了那条心。叔，想让我俩分开，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。才能鱼，是鱼快下了，你赶紧给我走。方绝绝，你再不走腿打骨折。我不走，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叔，叔，我走。叔叔叔的，谁跟你叔？叔，那啥，这个是我干爹，我今天的所作所为都他教的，你跟他说。啊，你就是小峰他干爹？是是是是是是。就凭就是宋小峰这个出，就你当干爹的，你好不哪去？那不能啊！我比他说话利索，好不了。你老头谁呀、啊？就这样，小峰带着遗憾离开了。三年后。
谁管我硬要了？我管的。你管我硬要干啥呀？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，天天除了喝酒就是跳舞，你能不能下地干点活？喝酒跳舞咋的？下地干活不是你们女人干的事儿吗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干活，让不让人笑话？你就是个臭无赖。说谁呢？说你呢。啊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几天不收拾你，是不是皮得紧了？我不收拾你是不行了，你住口！你是不是当我不存在？你老丈人，你信不信我把房子点了？回去！你就当我不存在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些住口！这气势，帅！哇，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，泥土的芬芳，掺杂着淡淡的牛粪味。久违的山村，我回来了。你谁呀？你疯疯癫癫的？我是谁？宋氏门庭，好家风。小别三载，须旧情。峰峦叠起，云雾罩，好山好水再相逢。我问你叫啥名？你磨磨唧唧说那是啥呀？这是一首藏头诗，名字已经告诉你了。藏头诗？对。你再说一遍。再来一遍。我捋一下。宋氏门庭，好门风。宋。小心路上有石头。小。峰峦叠起，真好看。峰。好山好水，真美啊。宋小峰好。对了。你有病啊。哎，妈的，上我家折腾啥？你这，哎，小峰，你回来了。叔，哎，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欺负女人呢？我老丈人我都欺负。峰哥，这阿姨你别管。峰哥，我是小芳。小峰，你好好看看，她是小芳。小芳。但我不存在呢，这是我媳妇儿，你这动作你都够判了，你知道吗？小芳，三年没见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经历了什么？经历了我。小芳，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？说谁呢？我是被逼无奈。小芳啊，你呀，千万可别责怪小芳，是咋个事呢？你走了以后啊，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，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，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，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。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。你不走了吗？你到省城去找我呀。这厂里那么大，我上哪去找你呀？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？你还呢？我还。你还得起吗？不是钱我都还。说多少钱？一万。区区才一万块钱，打欠条。玩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。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。你带走个试试。我就把她带走。你带走个试试。我就把她带走。你带走个试试。你走一个，你试试。你走，你试试。走。这立场太不坚定了。我家小芳她命苦啊，听叔的，赶紧回去吧。叔啊，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？你放心，看病的钱一五一十，我还给他。你还给他也不行啊，关键咱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，你这能接受吗？错，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，并不是她的笑容。大不了我以后不看她这张脸了。放，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，你和他离婚。他敢离？必须离。我离。你敢离？我敢离。离。我不离。必须离。不离。离。不离。离。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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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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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你又骗。停。
妈妈，妈妈，来，小峰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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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叔叔啊，我知道啊，你对小芳好，但是呢，咱莽子对小芳也放不下。现在这样，你俩呢说出理由，我看谁的理由好，小芳跟谁能幸福，我就让小芳跟谁，行不行？好，我先说，首先说，小芳，我们俩在一起以后，我能领她进城，能给她安排工作，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。你能给她带来什么？我有俩孩子啊。爸爸妈妈，我儿子。小芳啊，才三年，孩子这么大了，吃啥长大的？体格这么好啊？喝酱油长大的，好鸡酱油木桶酿造，不加味精，有机的，吃的身体倍儿棒。这俩孩子，我告诉你，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。你还是个二婚？怎么了，小芳？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听叔叔啊，现在啊，虽然他是后妈，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，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。你就听叔的，赶紧放弃吧，回城啊！爸爸不让妈妈走，妈妈你别走，放心，有你俩在，你妈走不了。你不甘心，小芳，你跟我进城以后，叔，我能保证，我带你看电影，带你旅游，带你环游世界，你能给他带了什么？我有俩孩子。爸爸妈妈儿子，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。你有钱吗？我没钱呢，但是我有俩孩子。爸爸妈妈儿子。这个孩子真烦人，这个孩子。你就说吧，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？说出个条件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好，小芳赶紧走可以，但我就有一个条件。说，把我这俩孩子也带上。爸爸，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，这是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行了，我为了小芳，我同意，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。小芳，跟我走，走。等等，你一过来，我现在是妻离子散，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。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，说，你把我也带上吧。滚！你还能要这脸不啊？你干啥呀？人家小峰人宽宏大量啊，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，你还跟他搅和啥呀？峰啊，你把我也带上吧。哥哥，哥哥，不是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这节奏太好了。行了，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？走吧。好。姐夫，我姐没看错你呀，你真是好样的。姐夫，惊不惊喜？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？你说。好好，我说，那个芳，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，去。哎，把妆都卸了啊。小芳啊，这小芳啊，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。我就以为你这城里的孩子靠不住，没成想你宋小峰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。叔呢，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，我放心了。不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？说今天要回来，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，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。哎呀，那他是谁呀、啊？我不是你小舅子张宏熙吗？我外甥。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？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的表哥的大姨子家的，他跟那个两个儿子，知道叫啥不？儿子？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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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弟弟是吧？对，叫弟弟。好，那个收拾完没？收拾完没？出来吧。芳，你没变模样啊？傻瓜，那都是假的。芳。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？是啊，当爸的可能看不好。行，那我回避，我回避。爸，上这干爹，干啥？掩护一下。哦，爸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参观参观。
哎呀，哎呀，快看看。